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雅妮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第一球场的 Palmer Courts 的第六洞。然后现在我们刚刚透过那个 GPS 看，现在是170码到旗子。然后今天的天气大概是10度，然后现在的风，像我用风都是会用时钟来计算，所以现在的风大概是10点半的方向。然后我觉得应该这个风需要加到15码，然后再加上今天的天气，可能还要再加个10码，所以175可能要达到190-195左右。那因为这么冷的天气，其实我们就是在热身啊还是什么方面还是要做好。然后在这么冷的天气下，我们其实很少会用到全挥杆的动作，除非可能是打一号木杆，不然在铁杆其实我们都是会用1/4的挥杆动作来固定身体的一个稳定性，然后来让挥杆的动作更稳定一点。所以因为风很大，所以我就会希望我的球可以打低一点点，让这个风势不要去影响我的球太多的。然后通常在短洞，你可以看到短洞的设计跟爬 fly 的设计跟爬 four 的设计的果岭会有点不太一样。爬碎的果岭的设计通常都会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其实今天在打的时候，你不管你可能可以切两块，就是前面一块或是后面一块，或是你可以切左边跟右边，但通常我会切前跟后。可是今天不管怎么样的距离，我都会希望我的球是打在果岭的中间，除非是我可能会拿七号艇一下，我可以更积极的往旗杆方向去打。不然其实大部分的设计短洞的设计都是蛮果岭都是蛮小，我都会觉得只要把球放在果岭中间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现在手上是拿五号艇，然后我想要打一个低低的，然后轻轻的打法。然后因为风是左到右的，所以我大概会瞄果岭中间偏左一点点，然后让球吹回来到果岭的中间。第一球场 Palmer Courts 的第七洞。然后它是一个上坡的 par 5，然后我刚刚也透过手机的 GoFace 的 app 去看到这整栋的一个形状，然后我知道打在沙坑前大概是250的距离。那因为今天的天气跟今天的风，还有因为这个上坡看起来应该要再加个20码，所以我知道这栋我就可以很用力打，然后它也不会去下沙坑。然后现在的风大概是10点钟的方向吧，所以我会也是会瞄到，我会瞄球道的中间，因为我看左边会比较多障碍，然后右边是很宽的，所以这洞其实是要 miss， 也是要 miss 在右边。我现在在第七洞的第二杆，然后刚刚开球大概是250左右，然后现在第二杆还有240码到旗子，220码到果岭前面。如果天气很好的状况下，然后没有什么风，我就会直接攻上果岭。为什么？因为220到旗子，220到果岭边，然后我这支沙木可以打到240，所以代表说我一定是可以把球攻上果岭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也是在果岭边边，也是蛮好切的。但如果今天我打去还剩下30码这种很尴尬的距离的时候，我就会选择我会以三杆式的打法去打，就是我第二杆就会 lay up 在我最喜欢的码数，可能是一个全挥杆的码数，像对我来讲可能就是85码或者是105码，甚至是125码，就是你们可以找出你们一个最喜欢自己的码数，然后去落点在那里，让第三杆更好打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用三号木直接攻。第三杆，然后刚刚打过来就是有点被风吹到右边去，然后我现在到果岭前面前缘大概20码到其实大概40码左右，
然后我看其实是有点要过一个坡，那我现在在长草，然后拿着58度的切杆，我会因为今天的风，我会希望可以打低一点点，然后我的球刚好落在坡前，让它滚上去，然后我会用一种有一点点放右脚，然后让球位比较低，让我的杆面可能已经是，让我的杆面角度可能已经是从58度会变成54度的感觉，所以我放右脚，大概会落在35码的位置。然后低低的让它球可以滚动上去。第一球场的第9洞，然后 Palmer Course 第9洞左边都是水池，然后其实右边没有什么障碍。通常我遇到这样的时候，我都会把球放在 T 台的偏左边一点点，因为这样代表你是往着没有障碍的地方打，而不是说你放右边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左边的水好像会越来越大的感觉。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要摆一个方向，是你觉得你可以对准一个地方，怎么打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球道更宽。然后我现在看了，刚刚透过 GPS 看了，就是在沙坑前面大概是250的位置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尽量让我的球可以打在250的位置。那不管今天250是你拿什么样的球杆，你只要尽量可以打在230到250的位置，对这栋来讲都是好的。因为其实打到230到250，第二杆大概也都只剩下120嘛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太积极的进攻？就是因为前面那两个沙坑，其实你打过了沙坑，它还是水池，所以就是会很没有必要。所以这种就是会改变另外一种方式打法。那对我来讲，可能我就会拿3号小鸡腿，然后打在140码的位置。我现在第二杆大概剩下122码到旗子，然后风大概是有点4点钟的方向，所以有点点呼呼顺，所以我大概会落在122，我会去觉得落在115的位置，然后让它滚过去，然后115我会加扣掉这个风，大概是打110的低的感觉，然后因为旗子就在中间，但是我会因为风的关系，我会瞄准旗子右边大概5码，然后让它有点吹回来。